老师好安。我们今天快点告诉大家啊，想玩一点钟跨点单期的感觉挺好的，来告诉大家啊，我不是不是啊，要不你们后过来比如期间啊，另外会单单加入会来考虑我这个咱们七位啊，在后面，咱们做电台的一七位，我来提高强度，我买好三十万，我买正好是刚签的，刚签的，啊，我今年负担比较多一点，我一些这个，啊，另外一个，都来扩展的余地，咱扩大公寓啊。
德行恶行条件。啊，德行是四科来的，排在第一，啊，排在第一。所以咱来了解，咱这辈修行，咱一定要头壳高的也好啊，做，脚踏实地，咱讲一步一开，好好来做。免讲他，我怕做这，唔免，啊。也嘛免讲，我做讲话嘛免，啊，只要你的品行，你的德行真正好，所以呢，这个中中这个人呢，伊属于行不先人，行不先人，伊做比大家较大些，言不合人的典型人物，伊讲话。拢伫别人个后壁，伊袂去叫人修正，吼、哦，袂点伊口才。在当时，总上口才出现个风气下，这个口才毋是正名，较早安尼，吼、哦，较早是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伫当时呢，总上这口才，吼、哦，伫这个出现个风气下。有人在甲批评，讲虽然伊有经典，哦，伊可惜无口才。那么孔子的看法就好相像，因为在他所作分辨中呢，两度提到讲言用言，那就用口才的，哦，可见孔子的这个用意是在清洁卡辩中。没有什么可贵，哦，你一个人呢，若足够讲话，足够辩呢，这款人呢，无什么可贵，因为无口才，并无妨碍了成绩，无口才呢，并无妨碍了成绩，哦，相反，如果不过是非可哦，咱一个人若无分辨是非。对，但唔对，也即个情形。一味个人卡点，哦，点二老讲话，但道中道人安尼，哦，点二足好讲话，道理嘛足深，也足好讲话。真侪伊个即个口才呢，去抗议别人的缺点，哦，就讲用伊个口才啦，哦，去教别人修正啦。哦，去辩这个别人的缺点点啦，最多只是不是自考。像这是哦，互人迄个嘴，人安尼啊，哦，信奉之意啊，而不能奉人之心，无法度真正心悦诚服啊，无法度传承的。所谓有情无情，人之。足贪欢喜，所以一句话呢，足需要去解，好好啊去解讨论。可见不同处，天价的情况哦，可见呢，老人老讲话哦，这个老讲话人呢，会受到性情的不欢喜，不欢喜，也是众人之光恶啊，这款人呢。嘛是众人足无欢喜所在，所以孔子的话不但是为了重中之间，孔子这句话呢，不是干那为了重中在开始变，除了低级人一句讲到重中的形象以外，只有拢可以哦，讲是精诚哦，细致的话啊，所以咱来了解。希望哥啊，是注重实际，唔是重这个口才。你足够讲话，伫咱希望哥，唔是重要，唔是重要。哦，最重要就是讲你的品行，你的德行该重要。哦，品行德行啊，歹，干然后讲话，哦，是使人咱目前咱中目前的当。中间人会甲你轻批，但是长期间留落来，人会感觉讲你这个人哦，
足够烧济，啊足方便，干呐赶去厝里啊，咱来了解，是因是咱长期干的事，是因啊真正有一天会当去到西方老母娘遐，然后西方老母娘无开迄个辩论会，哦，只是真正用你的口才较对，啊、哦，过来第六站，住宿即将开始。住宿即将开始。对还我书记言行，我书记言行。注一，注一，啊，这个水啊，这一，到半时啊，这个这一，这个即将开始帮助的本来是大辅助，以前不变的辅助这个人，本来做好，啊。所以，伊要跟伫孔子的身躯边，哦，孔子甲讲，你会使出师去做官，嘛会使讲，迄个时阵孔子要提拔七条开，但是七条开，老师讲，唔通，老师即我无自信，哦，即我无自信，所以孔子听着安尼讲，伊足欢喜。这个人足俭啊，足俭啊！哦，就讲话咧，点么去输钱钱，人咧提拔，啊无提拔着伊，啊伊就足艰苦。甚至呢，为了这个提拔无着，啊就怎么提起嘛，改起啊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也了解，修行学道是重实际，唔是重个外表。哦，你外表。你若不做起，迄外表能够给你攀较悬，到有一日就会上来。哦，咱来了解，所以咱呢认真来做较重要。咱唔免着重迄外表，啊、哦，这是孔子在俄罗斯条开熟悉的代志。所以这条开一个我师之言性，孔圣人听讲这句话，足欢喜。这条宗旨就控制，因为地主这条开不求天禄，独求道，而甘地啊行为。这条开这个人呢，伊无讲啊，伊无求伫外表，伊无求伫天禄，出书去做官伊嘛袂爱。哦，伊生生世世，伊的心志就是一直锻炼。哦，是感觉诶，真欢喜，真安慰。伊也看咱个看，是咱咧读，咱就看过啊。孔子伊一世人，伊个心就是一直锻炼。啊、哦，伊讲啊，五十五日自学，三十二日，四十二不歇，五十二日天练，六十二日顺，七十二从心所欲不自己。伊专心就是拢伫锻炼，自细汉甲伊日记资料，拢无离开刀，拢无离开刀。所以伊无离开刀，伊后日成圣嘛是应该啊。甘露子呢，控制性真恶劣。甘露子，甘露子讲啊，无助波也波，无助出也出。哦，伊拢坚持伫颜主的身躯边。那么颜主呢，除了辅助以外，伊着看顺地，讲顺好人呀，有好人呀，有一家也就是，讲顺也是人，啊我嘛是人，我若要来传安尼做，我嘛会当传安尼，所以顺地，啊这颜主呢就是一味。以顺地为目标，所以伊何来？搭伫儒教，儒家内面达到，吼达到核心的境地。所以咱来了解，一个人毋是讲我着足好个，啊我着足，吼足富伫人个，吼人个顶面，吼我着足富，吼足有能力，吼是安尼，伊才成个。讲去足实地去修，啊，不足低，
去行去做，所以咱有时啊，家己慢慢就比较感觉见效。讲咱拢无出尽头地，唔通重要是重要，咱家己有咧做，无咧做。哦，你啊看，人爱情在写《论语》的才，伊在讲这个情字，用三物件来照伊家己，照达成一个圣人。哦，伊讲五日为人，五日不中乎？有朋友交而不信，团不识乎？伊就是安尼，用这三物件来照伊家己，看我这三行有做到无？